蒲公啊，它这个好像没有自动锁菌的功能。感觉画质还不错哦。啊，进入了。好，开始。透过兑换可获得免费艾顿，艾顿是什么？哦，来从第一个开始看到了，第一个是守护者，神武器是剑和盾牌，感觉就是个弹脚啊。这个游戏啊，好像也是职业绑定性别的 啊。第二个弓箭手，神武器是短弓和马甲，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远距离。远距离的攻击角色啊，看一下暗影杀手，这个应该就是盗贼刺客啊。你看用短剑，这感觉也蛮帅的。再来看巫师，哦，也是女角哎。哦，这个应该就是法师啊，明眼的应该都看得出来了。看一下这个特别的艺术家好了。哦，利用想象力图画击倒敌人的手。哦，这个职业好像蛮特殊的，看一下。手手中剑盾牌。这样看下来，好像艺术家比较特别。我们来用艺术家来开局好了。看一下，哦，这就是一个萝莉。那左边这边呢也有预设的脸型啊。预设，哦，怎么看起来都差不多。不喜欢第一个，第二个还不错啊。大家欢迎你。这是哦，几乎都有马尾的。哦，这个不行。我说，我觉得蓬松的头发看起来比较好看。好了，就用这个了，脸型换一下。哦，这眼睛太大了吧？哦，这个好像不错哦。这个太浓了。第二个还不错。这个看起来比较无辜一点。
这个好了，就是这个法色嘞。哦，这个粉红色，好，就是这个粉红色。肤色的话，白一点好了。黑色哦，越下面越黑，我操！他这个最白的皮肤，眉毛颜色也可以换的，这么酷啊！好，就这样好了。虹膜颜色，应该就眼睛啦，哈。哦，这个黄色的还不错耶。好，就这样子吧。黄色的。嘴唇颜色。好黑哦，好恐怖哦，紫色的也怪怪的。这个嘴唇，这个太淡了，再来一点。这个好像太红了，僵着了。冲剑的色。ARF。确认 OK， 赶快来开始游戏。哦，他这个笑声有够那个的。哇，这动画也做得太精明了吧！好，先跳过。艾罗拉神殿，哇，你看这画面，这是手机游戏吗？做得太精致了。请点击快速的电击弹，快速飞行，好酷哦！一开始都骑飞龙，真不敢相信。姐姐，我不会我开课了。自动执行。自动跳过对话，太棒了。你这画面真的很精致，你看。这个3D引擎强大，看他们这边没有公车、捷运，只有飞龙，想去哪都要坐飞龙。是谁的？开始而已。看一下他补功。啊，他这个好像没有自动锁定的功能。看他第一招了。太酷了吧！来看一下第二招。
支配下となってしまった。支配された社主たちにも安息を与える。
来看一下技能好了，第一招，哇，蛮酷的耶。来看一下第二招，看一下第三招。好啊，那这游戏差不多这样子，那今天的介绍到这边，想看更多影片记得订阅我们频道叫做羽根羽毛的羽大写的，继续想看完整版影片订阅我个人频道叫做 Elvis 阿可大写的 AO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